音乐起。郭富城先生史无前例的马上把你的资料拿起来，就恶狠狠地看了一下。为什么呢，郭富城老师？我用两个字来形容你：五仙。哇！你给我的感觉在舞台上面就是好一个神仙一样。我会给你票。谢谢谢谢。我希望可以放在我的演唱会上面。你知道吗？嗯。你想做最帅的男人啊，你必须得会跳蒙古舞。对对对，是的。郭老师来一个，有请郭老师。我不有请郭老师。我一直觉得郭老师跳舞特别帅，但我觉得郭老师要是能跳蒙古舞，肯定会更帅。接下来的这个场景不仅是中国好舞蹈有史以来最难得一见的场景，应该在郭富城老师的演艺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。专业好补水，领悟中国美。各位，您正在锁定收看的是由补水专家水密码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《水密码中国好舞蹈》。好，孩子，啊哈，好，起，走，右下。音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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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枪，音乐，音乐，行吗？再来音乐，再来，再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其实我特别有个小心愿，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有个浪漫樱花那个舞蹈，那个舞蹈一直是我们自学的。迷你格里萨孤单了，哎呦 ，Come and dance with me。但是一直就没学过原跳到底是怎么跳的。就是学一点点，就是没学过。
我是喜欢跳舞的，所以你要我和大家分享，我绝对愿意。赚到了，赚到了。太棒了，刚刚我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洋气的一段广场舞，真的。我也给郭富城老师伴过舞，只是他不知道。真的真的，哎呦，快哪一年呢？郭富城老师有个著名的舞蹈，对你爱爱爱不完。真的？我是十几个里面最边上的那一个。但是我当时跳舞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就说我跳的是最好的，哇！而且我真的没有当自己是个伴舞演员，我好想把它踢到一边，然后我一个人独舞这个爱国。回到严肃的气氛。对对对对对，金星老师，我觉得刚才那个郭富城先生夸你说舞仙，对吧？舞仙，舞仙，不为过。我觉得你通过你的肢体的表达，对蒙古舞有你的个人的一个诠释，很骄傲但不张扬，很释放但不卖弄。谢谢金星老师亮出了去上海舞蹈训练营的机票。海清老师，民族舞到这儿到我这儿其实门槛都特别高，我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在等待这样一位舞者，他是让我觉得太棒了。现在进入你的反选时间。我选郭富城老师，恭喜！我厉害了，真是。这个舞跳的值得的。是跳的好，我这个我厉害了。舞仙，你厉害了。我这次来这个舞台就想把我自己的蒙古舞让所有人流行起来，都跳我们的民族舞蹈。